嗨，大家好，我是老辣妹。现在呢，我们人位于东京。这一集想要帮大家做的是2024新设施的游玩攻略。在2023的年中，一直到今年2024年的年初，有很多新设施陆续开幕。今天就帮大家整理一下，到底有哪些是新开的，而且游玩的重点会是什么？希望对大家安排自由行的行程会有帮助。当然，如果你想要有顺畅的自由行，除了看我们的攻略之外，这一集要特别感谢 DJB 的赞助播出。其实我觉得网卡对自由行的人来说特别重要。以我们旅日多次的经验来说呢，什么都可以省，但是真的网卡不能省。迷路的时候地图打不开真的会崩溃。所以这一集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推荐 DJB 的原因，先去玩一下最新的景点。2024年的2月1号才开幕的千客万来，搭乘百合海鸥线坐到市场前站，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到丰洲市场，是同一站下车，就在丰洲站的旁边，捷运就可以连通到千客万来跟丰洲市场。千客万来其实是由两栋设施所构成的，第一个就是比较高的万叶俱乐部。第二个呢，就是由三层楼组成的，叫做江户前市场。1到3楼主要都是由知名的餐厅所构成，不过2楼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户外横丁，那一条横丁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要帮大家开箱的部分。2楼的那一条横丁其实有非常多的名店，例如说生川屋卖很知名的生川饭，去炸成饭团团子，然后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玉子烧的名店，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是日本目前这边销售的 Top One 鲔鱼串，超多人排队的，队伍整个已经绕房子一圈。其实我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先看一下 Google 上的评分，普遍都是给出低分，大部分的评价就是太贵，地方太小。我们今天也要来看一下东西贵不贵，如果东西贵的话，那好不好吃？这一家冰峰茶坊抹茶来自福冈的八女士产茶，非常的有名，用它的抹茶粉来制作的这个栗子蛋糕，吃吃看齁。我只能说，因为栗子蛋糕的甜度非常的够，抹茶呢是完全没有带甜味的，综合在一起的那种甜度，我个人觉得很刚好，因为其实我也是很怕过甜的人。口感是冰冰凉凉的，里面的有点类似慕斯，好好吃哦！我第一次吃抹茶口味的，你靠近吃的时候，那个香气真的超迷人，难怪这个东西会在日本掀起一阵流行。另外呢，我看多数的人一定会点的就是抹茶栗子蛋糕加上一杯抹茶拿铁，所以我就跟点抹茶拿铁呢。它有分有甜跟没有甜的，茶叶浓度也有分标准、浓厚跟极浓3种，所以我们就点了浓厚来喝喝看。那是用抹茶粉现泡的，磨好以后直接倒在鲜奶里面，喝得到沙沙的茶叶的那种口感。我觉得喝完以后再吃一个甜点搭配，完全也不会觉得过甜，还蛮搭的，说真的。这一家要开箱的叫做月后屋住五郎，比较有名的就是会卖一些烤鱼串这样子。上次看到新闻，它就是目前为止千客万来的 Top 4第四名的美食。今天选的鱼呢就是烤青鱼，我来吃吃看齁。鲜美，烤鱼本身就带一种香气，而且它是用炭烤，炭香味非常的浓厚，皮被它烤得焦焦的，好好吃哦。加上我本身还蛮爱吃青鱼的，炭香啦，加上它的调味，我觉得都非常足够。可是它有一点贵，这一串700日币，的确是有一点贵，更何况丰洲市场就在旁边，也难怪很多日本人会说，感觉就是专门做观光客生意的。第二样我买的是软壳蟹串，它这是炸天妇罗的概念去炸软壳蟹，蛮大一只的嘞，真的，像你看得出来大只。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软壳蟹，我从来没有吃过软壳蟹，你看它里面蟹黄也有。其实我可以吃得出来螃蟹本身是新鲜的，咬起来完全不会刮嘴的感觉，我还蛮喜欢的。然后你还看得到蟹黄，所以我觉得整只这样吃起来的爽度是有的，面衣并不会裹太厚，油耗味根本不会很重。你刚刚说看起来还蛮大只的，但我觉得它一只要价日币900，它就是一只软壳蟹切半然后串在一起，是不是有点小贵，价位来说还是有点偏高，不过味道说真的蛮好吃的。住五郎第三样，我们买了玉饭团，小小的一个饭团，这个也要900块。不过我赚到，老板多了给我一条布拉提炸虾饭团，我来试试看哦。
我只能说，我们在丰洲市场旁边，任何一个海鲜的新鲜度毋庸置疑，而且这个海藻的脆度啊，超脆的。刚拍的时间花的有一点久，可是这个海苔呢，并不会整个软皮，咬起来还是非常容易切断的。再加上它的饭就是粒粒分明，但是是有粘性的那一种。个人觉得其实米香味很十足，可是我觉得这个饭团呢，它的虾太小了，它虾子只有这么小一只，大部分吃的都是白饭。如果想要吃肉感重一点，那我觉得点刚才那一个青鱼串或者是炸软壳蟹，我都觉得还不错。说真的，我在竹地吃的丸峰饭团更好吃一点，海苔的香气加上本身海藻的调味的话，我个人还是会推竹地市场的丸峰饭团。吃着吃着呢，待会我们要往万叶俱乐部移动过去。万叶俱乐部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名在都市泡汤的地方。这一家在丰州的呢，标榜着会每一天运送新鲜的香根，还有来自汤和园的温泉水，供大家来泡汤使用。八楼的竹汤呢是免费的，大家如果有来的话，都可以移动过去来泡泡竹汤，边看着无敌海景边泡竹汤，应该是一件蛮享受的事。而且据说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富士山。电梯到八楼就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视野，煮汤是免费的，我觉得如果你要来泡是 OK 的，记得携带自己的小毛巾，泡完煮汤以后呢，就把脚给擦干，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礼节。这个免费的瞭望台可以看到远远的就台场之前望过去很知名的彩虹大桥，远处会有富士山，不过今天云比较多，我没有看到富士山，有点可惜。这次开箱新设施呢，江户前市场，我觉得的确价格都有点高，刚好旁边又是丰州市场，所以我觉得食物的选择不一定会是在江户前市场，但是万叶俱乐部呢是还蛮值得过来体验一下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这边一整天，因为它是日归温泉，买门票进去体验一整天的温泉，想要体验免费的煮汤，八楼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那这就是我们帮大家开箱2024的千客万来在丰州市场旁的这个新设施，给大家参考一下啦。严格说来，它并不能说是2024新开幕，因为它其实在去年的年尾就开幕了。只是呢，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2月1号新开的 Team Lab， 顺便帮大家介绍一下超复杂的麻布台 Hills 到底要怎么逛。它的概念就是它是由三座高楼设施、四座花园广场所组成的。如果你真的只想挑重点逛，首站不啰嗦，一定要先去看2月1号才开幕的 Team Lab。从捷运出来呢，5号出口其实就是直接连通到麻布台 Hills， 入口就在 Information 的斜前面，左手边会有阿拉比卡咖啡，指标其实我觉得都还蛮清楚的。我们终于把整个 Team Lab 给走完了。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说你想要在里面跟那些艺术作品互动多久。我个人觉得看完之后有几个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是购票方面，建议大家在台湾就已经先买好票，因为我们早上来门口就已经贴着当日票券已经贩售完毕。如果有想要安排来走一趟的话，行程确定好，直接在台湾购票 ，QR code 进场就是最方便。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艺术成分很高的展览，这一个展区呢是从台场关闭以后直接移过来的，特色就是它没有所谓的地图，随便你怎么走都可以。走到不同房间就会遇到不同的场景，甚至这个时间来跟下一个时间来同一个房间的话，也会看到不一样的作品。在里面可以跟很多的艺术作品互动，对你的反应而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除了声光和气味的效果之外呢，很多作品都会试图想要告诉你一些什么事。触碰一个花的种子，会在你的触碰之下开花，然后凋落，跟其中一只蝴蝶互动，就会变成像
像花瓣一样的凋零，整个 Teen Lab 充满着各种人生哲学。我最喜欢的其中的一个作品，就是它是一个不知名的生物，有点类似青蛙，又有点类似牛群的一个生物的游行，有一点宗教的氛围在里面。他们会不断的游行，展区之间也会不断的流动。比如说，我就看到蝴蝶展区的蝴蝶飘过来，那个青蛙还会伸手要抓蝴蝶，作品之间的流动还蛮有趣的。种种的巧思会让我们觉得人与艺术之间的流动是可以透过实际上的触碰达到的，而不是纯粹心灵上的交流。我觉得这一直都是 Teen Lab 它很有趣的地方，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不一样的艺术作品，这就是我很推荐大家为什么要来 Teen Lab 走一趟的最大的原因。接下来呢，我主要想要带大家逛的就是一个叫做塔大楼，一个叫做森大楼。地铁出来五号出口，直接上手扶梯走到路面，上到路面之后右转，大概走个3分钟左右吧，就可以看到左手边会有奈良美智的装置艺术，代表你已经到了花园广场了。塔大楼跟森大楼非常巨大的耸立在你的面前，而且我觉得那里蛮酷的，就是它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个 Teen Lab 的入口。如果想要先逛塔大楼跟森大楼再去 Teen Lab，直接走到花园广场，我觉得也会是蛮顺路的。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去塔大楼跟森大楼挖一下宝。麻布台之丘有非常多可以说是星级美食，以及一些来自东京其他区域比较知名的老店。像我非常推荐的这家，其实它的本店在浅草，而且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大概是昭和17年就开幕的一家面包老店，至今已经传了4代吧，历久不衰的概念。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卖吐司，怕大家吃腻，所以他会在吐司之中做一些变化。比如说他们很知名的就是这个炸虾吐司，还有我喜欢吃的红豆奶油吐司，都还蛮值得推荐大家来点吃吃看。炸虾看起来很好吃，而且很优雅，哇，这个酱汁不得了，好吃哦。这个炸虾是有裹着一点点照烧酱的感觉，是有带甜味的。它跟我们之前在银座的木村屋吃的炸虾吐司不一样，它是比较偏甜的口感，比较日式风味，而且它的虾子虽然瘦瘦的，可是香气十足，蛮新鲜的。吐司有一点奶香味，搭配里面的照烧酱，吃起来超级疗愈，好好吃。其实我们从点完餐到现在已经拍了一阵子了，可是它的吐司即便烤过，它不会有那种撕不开的口感。通常烤过的吐司比较不能放，可是我觉得它一样保有它的干燥跟它的脆度，还蛮强的。咸的吐司很好吃，我来吃吃看甜的风味。哎，你不觉得奶油搭上红豆，就是有一种特别想要吃它那种日式面包的感觉？我很喜欢日本的红豆泥，有点类似鲷鱼烧里面打到很绵密的那种红豆泥，不会过甜，然后奶油的香气也蛮十足的。它两种面包的设计不太一样，它的面包没有烤过，奶香味更浓。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超多人在排队，都是要等外带的吐司，原来大家正在排队的就是这种吐司面包的口感。吃完醍醐面包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带大家逛塔大楼的2楼和3楼、4楼去逛。其实二楼卖的都是一些服饰品牌为主，然后三楼它是跟 lifestyle 比较有关的生活杂货类，以及比较有名的餐厅和咖啡厅。然后四楼呢有很知名的阿拉比卡咖啡，概念很简单，塔大楼就是美食，然后二楼有衣服可以逛，朝圣一下，看高楼层的阿拉比卡咖啡会不会比较漂亮。4楼呢不免俗的要来买一杯阿拉比卡咖啡，毕竟在全日本现在就两家，一个就是在京都，一个就是在东京嘛。只是因为在麻布台之丘很特别，它总共会有两个店面，一个是在花园广场 D 的地下1楼，另外一个在塔大楼4楼。为什么我会推荐它？因为它有一个户外的花园广场，可以买一杯阿拉比卡咖啡出来，趁着蓝天这样拍照，我觉得还蛮浪漫的，时尚的东京都市景，加上一杯好的咖啡，整个氛围我觉得满分。4楼的店面很明亮，还有一些周边商品可以选购，很文青的帆布袋，还有实用度高一点的保温杯啊，或水壶。塔大楼1到4楼各有不同的特色。接着我们就会移往森大楼，森大楼33、34楼的无敌观景台，欣赏一下免费景点。好，我们上来了深 JP 这一栋33楼中央广场，可以看到 Hill House 的标识，直直朝着里面搭电梯直通33楼，一出来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展望台。这里也是一个免费景点，有这个视野我个人觉得超级无敌赞，应该算是免费可是又离东京铁塔最近的一个位置了。
难怪那么多人会想要特地来朝圣，推荐有空就要把这个景点安排进来，拍一下距离这么近的东京铁塔。我觉得呢，旅日的每一刻都非常重要，也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所以选对网卡对我来说更重要。如果你来日本，我首推选 DJB 的畅日 Plus eSIM。 为什么我会推荐畅日 Plus？ 我自己一直以来是蛮喜欢的，因为之前我都是用实体卡，后来才改成 eSIM， 用到现在觉得网速最 OK， 而且是真正的吃到饱不降速的一张网卡。而且现在的 DJB 的畅日 Plus 方案已经真正的做到了打破公平使用原则，个人是觉得用起来非常的流畅，完全没有什么阻碍。科技不断的在进步，之前我们还要换卡这个动作，可是现在已经开始使用 eSIM， 就变成说即便你在出国的前一天才购买，拿到 QR code 后再安装，其实都还来得及，设定也非常的简便。飞机落地之后，简单的打开几个按钮，立刻就完成设定，马上就可以使用网路了。至于收讯好和不降速这件事，我自己是非常有感。以前我们都会想说，哎呀，出国很贵，网卡方面能省则省。后来我们发现，当你真正网路被限速的时候，真的会被自己给气死。为什么要省那一点小钱 ？DJB 的畅日 Plus 会主动帮你寻找当地收讯最好的电信公司。eSIM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会让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当我们有时候要在国外刷卡，需要输入认证码抢迪士尼 DPA 的时候，是可以收简讯的。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应该蛮有差的，甚至是在移动的新干线上打手游，把影片叫出来看，使用上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我们在日本的一些其他近郊检测它的网络速度的时候，也还算顺畅。个人觉得是我们绕了一大圈，试过很多网卡之后，最后呢还是回到了 DJB 的 eSIM 的怀抱。现在呢就可以点击资讯栏里的连结，体验一下 DJB 畅日 Plus eSIM 的威力。好，那除了我们带大家看麻布台之丘这个新设施之外，在麻布台之丘附近呢，还有一个景点也是我蛮想要推荐大家顺便一游的，那就是麻布十番。麻布十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条商店街，带大家去走一走。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呢，把麻布十番商店街走完了，买了一些小东西想要推荐给大家。第一家呢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号称它为行走的居酒屋，因为它可以买串烧让你停在路边吃，直接买了它的招牌两串串烧。你看它就两串小串烧就这样包着给你。其实它算是一间蛮有名的串烧店，东西都很便宜，像我买两串，每一串都是190日币，可以在店内吃也可以外带的。我买了两串，分别是鸡皮还有鸡肉串，都是它蛮招牌的一个东西。有一个很有名的鸡肝，如果敢吃鸡肝的人一定要买，可是我本身还好，所以我就买了鸡皮。好脆，它都是用炭火去烧烤的，表皮烤得焦焦脆脆的，因为鸡皮的油脂比较多嘛，所以很容易有一点点的微焦，吃起来呢特别焦香好吃。鸡皮本身的油已经在烧烤的时候能滴的都已经滴到炭火里了，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很腻口，个人还蛮喜欢吃他们家的鸡皮的，吃到最后有大葱可以解腻。好，第二样呢，我们来吃也算是招牌的鸡肉串，它有附一个小小的酱油，如果你觉得里面不够咸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加。好可爱哦，这个包装。还没吞下去就想要先叫一下，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烧烤哎，表皮都是给你烧到有一点焦香焦香的，吃起来你也不会觉得烧焦的地方特别苦，酱汁已经盖过烧焦的部分，就是让你看不见，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苦。这一家超推的，如果你们有来麻布十番商店街逛逛的话，这一家真的必须买，而且它白天其实有开，中午有休息一段时间，晚上会继续开。麻布十番商店街我最推的就是这家串烧。第二家呢，是我自己如果有机会来到麻布十番商店街，会买来送给别人的一个小小伴手礼，觉得它非常的风雅。它叫做花艺会，每一样商品多多少少都跟花有关，例如花的形状的坠钟，或者是上面会有浮雕花，你把它想成是一个鸡茸汤包的概念，把这个坠钟丢到碗里，加热开水，它就会慢慢的融化，里面的产品它就会流出来。里面呢有杂炊，也有一些调味粉，它就会变成一碗热汤或者一碗杂炊，就是一个吃的泡澡球、可以这么说。
不得了，这个东西送给别人真的是会觉得哇好特别哦，又有一点假掰。店里的汤品主要会分西式跟日式两种，像我买的这个第一名的人气商品，这一朵花化开以后呢是一碗玉米浓汤，超级可爱。然后杂炊的部分呢，我买了两种，一种就是季节限定的樱花粥，它上面浮雕着樱花的形状，然后打开来呢应该会有一点点花朵的感觉。然后呢我还买了另外一个我吃杂炊粥一定会吃的，就是鲑鱼粥，它是做成爱心形状的最终。哇塞不得了，这个怎么可能不被它烧到，一定买的啊。另外一个也算是季节限定，而且是冬季限定的，就是这个甘味的，它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变成一碗红豆汤，你觉得很赞吗？在冬天想要来一碗热热的红豆汤，你不用辛苦的用压力锅煮不辣，直接把最终融在水里面，你就有一碗红豆汤耶，送礼自用两相宜啦，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有来麻布十番商店街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好的，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家店呢，它其实是在玉兔町站北口出来右转，差不多走个三分钟就可以到达。为什么我会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家店可以让你有双重享受，而且它是一家连锁的拉面名店开的新店铺。这家店铺呢主打沾面，可是很特别的是它是会有让你可以同时享受和牛寿喜烧饭的这一个选项，店内是没有贩售拉面的。不过我觉得它的沾面也算是蛮特别，总共会有四种酱汁让你选，两种就是你不会只有单一口味，分别是豚骨鱼介，然后担担面蒜味酱油，另外一个是海老。面条的部分可以让你选冷面条或热面条，面条吃起来那个 Q 劲都是非常的够。酱汁的部分我也真的太惊艳了，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咸，不过没关系，它旁边都会有放热汤可以加在你的酱汁里。我吃担担面跟蒜味酱油，担担面它有微辣，可是不至于太辣，里面有胡麻香麻酱的香气，真的是很经典的一种担担面，好吃。蒜味酱油我觉得更是特别，暴风吸入面条的时候冲上一股蒜香，吸面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疗愈。海老酱汁也蛮好吃的，咸咸的，但是也可以吃得到海鲜的一点点甜味，怕太咸就是加一点汤稀释，一次不用加太多，不然会很淡。店家还很贴心的给你两种叉烧，小块的是鸭叉烧，放在上面比较多的是猪肉叉烧，稍微炙烤过而已，肉的鲜甜度还有那个嫩度真的是没话说。但是呢我一定要大推的就是它的和牛寿喜烧饭，除了好吃之外，整个过程更是非常的享受。店员会拿寿喜烧盘端到你面前，接着就是帮你料理，你只要负责把它倒到你的饭上面，接着你就可以享受。我刚刚吃那一片和牛的时候，我有吓到，我只是轻轻的一抿，甚至不用咬就已经断开了，那么大一片，还以为会很难咬，难怪店家十一点开门，我们大概十一点半左右就到这边，整个已经排到外面，更何况今天下着雨，但他还是不畏寒冷的在外面排队，可见这一家新开店铺的魅力。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小小提醒大家，因为它的分量很多，尤其是如果你也想要吃吃看和牛寿喜烧饭的话，本身是量小一点的话，建议可以点小份。小份真的，它有一个面少的选项。这边的店员其实人都很好，尤其是老板对国外的游客非常的热情，所以我觉得这一家店的用餐体验是非常好的。这一次简单的帮大家整理了一些2024新开的设施，其中有一些景点呢我个人也是觉得玩得还蛮开心的，吃得也蛮开心的。那如果大家今年呢有计划来到东京的话，不妨参考我们影片中拍摄的一些细节去做规划，希望对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帮助。最后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 DJB， 你看我们其实常常来日本选来选去，最终我们还是回到 DJB 的怀抱，稳定度是非常 OK 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我是老辣妹，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